圣安南蒲巴色女被十个人围殴危殆啊！20岁姓唐的佢头破血流，昏迷送院。虽然佢做完手术之后就已经醒翻，但系仍然危殆，留意 ICU。消息就话有什么背景的佢活跃喺元朗区，寻日凌晨同埋几个朋友去到尖沙咀宝乐巷一间由新义安体场嘅楼上吧。怀疑因为色女同场内十几个人起争执，被劝唔好搞事嘅佢仲同人落楼讲数，点知就即刻被围殴。差人喺现场检获到个铁铲同埋雪种罐，追缉紧涉案嘅凶徒。喺特首提名呢度方面，香港人一定唔可以等北京一锤定音，我哋要趁呢个机会同李慧玲一齐定音。